哎，张哥，我的全部身家可全压你身上了，三成分红，30000块钱，你可一分钱不能少给我呀！哎，美女，这是回家，从哪儿来？上海。上海，大城市啊！你们上海那个最出名的叫东方明珠塔，那就我刚才提到这张哥他投资的。立夏，立夏，啊，吃饭了，来了，姐，姐，先吃饭吧，妈都做好了。今天晚上我和妈守灵，明天再守一天，后天早上出殡。妈，明天早上我朋友来找我，我能出去一会儿吗？可以，去吧。我爸是怎么死的？在工地上，从高空中不小心摔下来的，当我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抢救了。这工作我爸做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会从高空中摔下来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我前男友人家家底是干什么的你都能翻个底朝天，祖宗八辈子是干什么的你都能翻出来，现在倒好，住嘴！如果你回来是想吵架的话，这个家你以后可以不要回。姐，大爷，给您打听个事儿。前两天这儿出事，您知道吗？听说了。哎，这老天爷想收人，一个招呼都不打。那您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吗？这人一生啊，无非是生老病死。这个村有个传说，死了的人的时候啊，要到这村的兰亭下待上几天，最后再守望着守望着家里。我不想海外，也不想天上，在这多情的土地上，我将永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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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我爸是不是因为我说我不想上学了生气了，
所以才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啊？不会的，我也经常惹我爸妈生气的，他们不会跟自己孩子计较的。可是我总觉得是因为我他没有休息好才出的意外。你想多了。老头子，老大恨我你不知道吗？这事儿还没解决，临死了你还要给我出难题，难道你非要让两个孩子都恨我你才满意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处境？姐，你一大早去哪儿了？去爸出事的地方看了看。有发现什么吗？没什么。对了，爸出事那天精神状态怎么样？没什么，挺好的。你在这做什么？怎么不回家？家里人太多了，太吵了。吃饼干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小梦还回来？回来了。这是他爹，能不回来吗？啊，嫂子，那个和解协议签了吗？等会儿过来签。我爸的死因调查清楚了吗？你就要签和解协议？你说话呀！你就那么缺钱吗？连自己老公的死你都要换算成人民币，你还有良心吗？姐，你要怪就怪我吧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跟爸说我不想上学了，我不该跟他吵架，都是我的错。你不是要调查吗？调查吧。大姐，大姐，我是工程队的，来送和解协议。这个是和解协议书，您看一下，都是按您要求改的。问题的话，咱们就签了吧。那大姐，我就先走了。